东北军三次入关作战，名声都不太好。这是第四次，我不想和阎锡山、冯玉祥打死仗，结怨太深不说，最后倒霉的是老百姓。请长官训示，我们要让关内的各界都清楚，东北军此次入关作战，完全是正义的，是为了中国的和平。 我坐镇北平，前方的事就委托你了。卑职明白。我有两个办法：一是一枪不发，不战以屈人之兵；一枪不发当然好了，但是你能做到吗？我想过，万一用兵，我在娘子关做佯攻之势，再派定制纪律，直逼山西，造成指导阎锡山老巢的态势。老家伙一旦乱了阵脚。 张小六子，起兵了！啊！中原大战7个月，东北军意向不明，至本州18日完全揭开。啊！你小点声。张学良通电全国，表示拥护南京政府，日前起兵12万，后徐大军将陆续进关。自9月21日，东北军先头部队已占领了天津，目前正向北京进发，大军部队所向披靡。那是。 啥上面说没说飞机的事儿？你字儿没提，不可能！我都走了。你再看看，你再好好认真看看。你还别说啊，这回东北军真他妈长脸了，这个。你就知道长脸，你咋不想想咱老大呢？想想啥用呢？你说我是能替他开飞机呀，还是能替他打炮呢？ 这孩子还没看急眼呢，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咋整？哎呀妈，没事儿。那我哥在天上，子弹也关不着啊。你懂个屁呀！子弹关不着，炮弹够不着啊？啊，人在天上，在飞机里呢，没遮没挡的。来不来这哭唧尿嚎的呢？啊，都像你这样，这仗还有个打呀？那得看谁跟谁打。 跟小鬼子打，那我就让老大去，是吧？喝出去，我让他上去。对，你说现在打这是啥仗？你说连个黑白里表都分不出去，死了都不知道给谁死的。你们在说什么呢？啊，迷眼睛了。说这天哪，你说刚才还骂情呢，这说音啪嚓一下子，你说就阴了。说的。老二、老三，把衣服收拾了。对。 哎呀妈！你说见面就啃呢？你说这中国人哪行这个？你说这叫臊得慌不？别看了，国人外国人都行这。大哥，这些日子也没给家里来个信儿。 大哥，这些日子也没给家里来个信儿，那爹妈大嫂都让你瞎屁了。好，我也瞎屁了。我晚上就冲这事儿啊，我得敬天娘一杯。你说我这么大个人了，还成天让你们操心，是不是？爹，哎，娘，哎，儿子给你们赔个不是啊！来，娘也都端上，来来来来来。妈呀，跟爹唠上，娘啊，行。嗯，你说你们那个大队伍都上去了，张小六子。 也都上去，你说你们那个飞行队还在家猫冬啊？啊！你说你吧，啥也不懂，人家他们呢是张小六子的家底儿，你知道吧？留着看家护院的，谁像你呀？动不动就把家底儿都周出去了。看看看看，你们瞧啊。
就好像你妈和张小六子都合计好了，人家不是我爹啊，咋的？你别瞧不上我娘。啊，我娘说的是正面，真的。少帅出发之前啊，来我们飞鹰队巡视啊，说了说我们飞鹰队啊，那是东北军的杀手锏，不到关键时刻呢。你听听，跟着你娘啊，这是没文化。你娘要是有文化，那就轮不上你爹了。哎呦啊，整个那是捡别人的狗剩。哎呀，知道吧？谁还堵不住你的嘴？你去下屋拿几个苹果去。这饭后一个果，神仙不如我，是吧？饭后咱吃果啊，老小子。娘偏笑啊，你不回来，苹果谁也不敢吃，我大嫂也不行。和你大哥能比吗？咱们在地上，人家在天上。大哥啊，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呢？就一天。一天。为了娘，我想把葛丽儿和闺女接回奉天住一段。接回去行，那也不打仗，着啥急走啊？就是，这队里啊就给了一天的假。我们有一个副大队长跑了，队里让我们回去整顿军纪。是虚张吗？是。这山东的韩副局给了许正点好处，这小子撂蹶子了，还想把我拉过去呢。老大，哎，你可给我听好了啊！哎，这种忘恩负义的事儿，旁人谁来干谁干，你不能干。你今天人模狗样的，那全仗着老张家。哎，大帅和少帅为了培养你，没少在你身上砸银子。我跟你，没人家，你今天整个浪。这是个土了坎，我告诉你。他爹呀、啊，他这话呀也得看怎么说。那他们呢，要是吃人饭不拉人屎呢？哎呀，你娘，不是，您二老说的都有道理啊。来，喝酒。你爹一喝点酒就这样。你别说啊，我爹说的真心话。都端着。小瘪犊子，别哭，你八斤怎么能丰田？房间有牛奶，有面包，还有玩具。这话给我听的，搁咱家受气了咋的？哎，您想多了，他是贵族，打小喝牛奶吃面包长大的，咱这一天三顿棒子面，搁我也受不了。你说我哪屈着他了？咱就这么一袋小米儿，坐月子前我不都给他吃了吗？啊？你小声。老张啊，跟家别逃啊，让爹妈省点心，知道不？上车吧。上点儿有风 爹妈你们都留步哈，啥时候闲了到房前帮个忙，我给你们煮咖啡。哎，可别煮咖啡了。咋的？嫂子，说实话呀，你上回煮那咖啡你比那马尿都难喝呢。什么时候忘了十几年的马尿。哎呀，有句话我跟你说，以后别当着人面又抱又啃的讲笑话啊。但是我们是夫妻。是夫妻一点事儿都炕头上的，别做了，叫人笑话啊！外国都这样，没有人笑话。咱这不是中国吗？你不怕笑话，我还怕我儿子让人笑话呢。那个，出去也别穿着高跟鞋了，行不？这我理解，你儿子已经给我下命令了。那个爹啊，回吧。行，嫌我絮叨了，那走吧。慢点开，大哥啊。走了啊。我妈还给他起了个日本名字，小瘪犊子。他很有趣儿，为什么不让我们抱着就看？因为在他眼里，中国人不兴这个。中国人讲究的呢，是道貌岸然。什么叫道貌岸然？就是装呗。装是什么意思？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像个正人君子，可其实背地里面想的、做的、干的都不是那么回事儿。
在这点上我倒很欣赏许峥啊，这小子喜欢什么好什么都敢说出来。那他喜欢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女人。这是很正常的。一点都不正常。中国很多男人被枪顶着脑门都不敢说这句话，可他们时常在梦里面抱着别人的老婆在睡觉。本大队长今天不高兴，你们都给我立正听着。自中原开战以来，本人可谓是枕戈待旦，夙夜难眠。不瞒诸位说，我遗嘱都写好，最后一句是东北飞鹰队出征，卑职将恪尽职守，战而胜凯旋而归，战而不胜决心果实而还。遗憾的是，中原之战没我们的份儿。这也罢了，最让我蒙羞的是，我们的大队副许峥竟然背着老子，背着全体弟兄，投奔了山东的韩福举。这哪还是军人，是他妈婊子，是我们飞鹰队的耻辱。根据总司令的手令，我要亲自调查此事，凡有牵连者，本队长严惩不贷。高教官。有。许峥是你的朋友，他出走的消息你一点不知情吗？还是知情不报？报告长官，我啥都不知道。你在撒谎。有人举报了，许峥走之前你俩喝过酒。嗯，有这事儿。他没跟你说过什么吗？我跟许峥就是酒肉朋友，这个瘪犊子不会把这种杀头的事告诉我。长官要是不信可以查我。信。信。高教官，我还是信得过的。顺便告诉大家一个最新消息，我们的张总司令已被南京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副总司令，这官衔啊仅次于蒋委员长，这是我们长官的荣耀，也是我们东北军的荣耀。あいつはガオズハンです。ガオズハン？はい。あ、你好，请问你是高志航吗？我不认识你。喂。你应该记得我吧？一年不见，你当兵了。这个不重要。对了，你刚才说你不认识我们教官，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藤野龙宽先生。こんにちは。听说过。本人曾受张大帅之邀，在东北航校担任主任教官。你们飞鹰队里有很多人都是我的学生，只不过咱们两个没有缘分。啊，对了，不知高教官在哪里学的飞行？法国蒙德拉高级航校毕业，我的老师是冯瓦和波比斯。嗯，这两位我都有耳闻，前者在国际航空界享有盛名，后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高教官也算师出名门。
高教官，你要是有闲的话，我想请你到茶楼一叙，不知你意下如何？先生，それは必要ないでしょう。文句あるのか？我跟你有啥好聊的？我还想告诉你，我已经荣幸的接受了南京的邀请，下一周我要去杭州剑桥担任你们中央航校的教官。去哪儿聊？这边如何？慢点慢点。呦哦，好，哎，好嘞。我告诉你咋使啊。嗯，你看啊，这个啊，这样啊，睡觉觉。太漂亮，谢谢。不客气。那什么，丽儿啊，我回去了，天儿不早了。啊，你不能走，今天是孩子的生日，这还让你陪他喝酒。不是，关键他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我又待不住。你待这儿，帮我哄孩子，这是命令。跟啥人学啥人，还会下命令了呢？哎，请原谅我。我今天这个举动很冒昧，但我完全是慕你的大名而来的。你在开玩笑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官，都没有参加过一次像样的空战。我真的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慕名指的是你有具有航空事业，并为此改了自己的名字。我还听说你在穆拉纳航空学校拿到了5A， 还参加过西方很多模拟空战，这个记录在东方国家的飞行员当中，这已经算是很了不起了。你对我下了不少功夫。不瞒你说，我还拿到了你编的战斗机飞行员手册。贵国的航空总署在聘用我之前对我进行了面试，他们还看了我编的教学大纲，他们对我的很多空战观念表示欣赏，而我的这些有关空战的很多观念都是来自你这本小册子。比如呢？比如说你这本小册子提到的空战之上四大要素：高度、速度、火力和机动。这些都是我的法国教官教我的，我只是把他们归拢到了一块。你太谦虚了，在这边小册子里还是有很多你自己的东西的。举个例子吧，这本小册子里面说，作为一个飞行员，一定要让自己在任何时候处于绝对优势的位置。我想请教你一下，你提到的绝对优势的位置呢，我该怎么理解呢？很简单，在一个平行高度上，让我的机头永远对着我的机屁股。喂，作为军人，我告诉你，不可以这样跟长官讲话，明白吗？我也是教官。男的，おい、やめないか。座ってなさい。今我々は空中戦の芸術について話してるんだぞ。分かったら、座れ。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ほら。真是对不起。我们还是继续刚才的话题，可以吗？有个问题我一直在困惑，很多飞机在空中交战，有很多不定因素，瞬息万变，你怎么能做到永远处于绝对优势的位置呢？这一点我也一直在研究。我跟你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吧。
在法国，我们这批学员不止30个，跟我们的教官鲍比斯打了一个赌，赌金是30法郎。鲍比斯教官说了，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只要咬住他的鸡屁股30秒，而且不被他反咬，我们就赢了。可是很遗憾，没有人能做到。通过这个事情，我下了一个定论：世界上80%的空战技术，其实是掌握在不到10%的一流飞行员手里。这么说，你属于那10%了？当然。我愿意跟你赌一把。你已经输了。那是地面上的事儿。行，不过得玩真的。什么意思？玩真的是什么意思？你先回日本把你的户籍消了，然后开着飞机去我们家天台等。难得等？你敢藐视帝国皇军？無礼だぞ。座りなさい。でも。座るんだ。行了，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失陪了。哎。先生，私には分かりません。帝国空軍の教官として、あんなやつにへりくだってたらならないですか？君は何も分かってない。確かに私が教える機会がなかったからな。私の学科には13の項目がある。そして最後の一つこそ空中戦における道徳について解説するものだったんだ。しかし全て削除されてしまった。海軍によってな。全て。それでも私には分かりません。先に失礼します。不是咋的了这飞机啊？高教官，操纵杆失灵了。打报告修啊。报告早打了，上面就一句话，没零件。来，咱俩试试。来，梯子撤。行了吗？等会儿啊。一二走。不行啊，再来。来，一二，行了。哎，高教官，你干什么？我看呐，你就是闲的啊，巴不得咱的飞机都出毛病了。你好，放假回家抱老婆。高教官，你不能开走它，有危险的。等我派人飞过来。停下！你告诉军法处去。停下！高教官，有危险，你停下。就是好，你这个疯子！真是奇怪了，别人一步也开不走，他居然能开上天，还能抽血。哥几个，好好巴结巴结他。
这个偶然的事件对高志航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他用两个字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绝望。下面一公分，粉碎性骨折，他会残疾吗？很难说，要看运气了。我不是说为他找最好的外科大夫吗？格丽儿，医院特意请来最好的外科大夫，我们已经尽力了。本店では私が一番腕がいい外科です。请问，他的腿还能好吗？問題はありません。しかし、掃除はできません。他说什么呢？他开不了飞机了。高志航入院时是春天，等出院时，奉天城的小花园已经开满了荷花。他后来跟家人回忆这段经历，说1931年的夏天比冬天还冷，他的腿不能打弯，这等于宣判他的飞行生涯结束了。出院了，来，坐着。哎呀，啥意思啊？给定个掌。有掌吗？起了重定。自己家鞋带长也不花钱啊，你放心啊，钱我一分钱不少你，今天你不要都不行。哎呀，明白了，心情不好是吧？找我磨牙来了，要不就是找啥找啥，来长。你他妈不够意思。我咋不够意思了？为啥我住院你不去看我？啊？为啥不去啊？瞪眼说瞎话呢？谁瞪眼睛说瞎话？你呀、啊？咋的？你回家问问你们葛丽儿去。啊！天天都是我陪的。哎呀，屎尿都你拉倒吧你！那家伙把我熏的呀！哎，一开始呢，你睡不醒，后来呢醒了吧，我跟你说话你不搭理我，啊，我跟傻子似的。哎，就你们飞鹰队。啊，还有我，大夫、护士葛丽儿，哪个没挨过你骂呀？动不动就这样似的，滚！我一枪崩了你！你人都疯了，我敢去吗？哎呀，想开点吧，兄弟，我这憋了八区，现在不也活得挺好吗？对不对？你照样住洋楼，对不对？照样往哪一走，夸夸的，没事儿啊。我三天不长鞋，就得要饭去。那好歹你还能长鞋。
对。我瘸呢，我会掌鞋。你瘸呢？你啥也不是，对不对？你连老婆你都守不住，你还跟我。天天搁那笑呢，咋的啊？咋的？笑啥呀，兄弟？你那能耐呢？你脊梁骨呢？啊？你走道夸夸的劲儿呢？这能咋的？这算个啥呀？啊？至于你蔫不拉几的吗？你知道我这些天都看见啥了吗？啥呀？出门吗？咋的？兄弟，这女人呐，是猫不是狗。狗不嫌家贫，你打它都不走，猫就不一样了，知道不？你得伺候它，喂它，哄它，稍微照顾不好，就往别人怀里钻。腿怎么样了？还行。来来来，里边坐吧。哎，不了啊。那个，我代表秦大队来看看，师傅，弟兄们给你买了东西。有心了。哦。那在这点上签个字儿。伤残疾。签完了以后就可以领到一笔钱，至少五年内吃喝不用愁了。然后呢？然后按飞鹰队的惯例，把我像破抹布一样给扔了。不，也不是那样。不许动，回去吧。我说你冷静点行不行？啊？你这腿不是打仗受的伤，这钱哥给可不给。我实话跟你说吧，就这钱，是我跟哥几个死乞白赖去求他，他才松口的。你回去告诉秦大队，我就算腿瘸了，我也可以当教官。你怎么了？你应该知道，这一个不能亲自驾机的人，他当教官是不称职的。子豪，你签了吧，至少还有笔钱啊！我这是为你好。
高志航，字子恒，你22岁，籍贯通化县3棵榆树。甲辰年30日，早上，金定聘俄罗斯尼古拉男爵之女，加里亚为师。是个骗子，怎么忽然变成了个野人？我本来就是个野人。我感觉你在受折磨。放心，亲爱的，都过去了。我昨天去教堂为你祈祷，你可以放心，主会保佑你的。感谢上帝。他只是让我没了一条腿，别的都还在。怎么没了？你的腿还在。嗯，就是没了。就不能打弯？也开不了飞机了。那你可以去做点别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在开飞机的。过来。你说的对，我应该做点别的，比如跟大老刘学掌鞋。你真的太固执。亲爱的，不是不好听，你应该说你的男人很专注，很痴迷。下半辈子，我会痴迷于做一个好丈夫。妈妈呢？妈妈呢？妈妈呢？哦，你原来吗？小瘪犊子，你心里就有你妈，是不是？你不找你爸。高丽良的第一篇作文就是爸爸给我当马骑。多年以后他回忆说，我爸那天的兴致特别高，跪在地上爬了一圈又一圈，汗水把地板都浇出了水道了。直到那天晚些时候，我妈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粗心。哦，对了，格丽儿，我那把猎枪呢？什么猎枪？就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妈妈呢？嗯。妈妈。妈爸爸爸爸。是这个吗？对。你弄它干什么？啊，前两天我们去树林子里散步的时候，我看到有野猪的情况，我想打猎。一枪就能把野猪的肚子轰一个窟窿。要不要我陪你去？不用了。有他就行了。
心。